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石玉兰。新闻首先来看到花莲县政府社会处在花莲县妇幼青创园区展演厅召开了113年度第一次花莲县托育服务管理委员会，由县长许正卫亲自主持，社会处长陈家富、花莲县消保官李威一同列席。而会中许县长是亲自颁赠了花莲县托育服务管理委员会的委员聘书。会当中，社会处、花莲县居家托育服务中心以及托育资源中心、回乡亲子馆等三个单位，针对113年1月份到5月份的托育业务进行报告。后续针对办理居家托育人员疑似虐待或是不当待案件处理原则以及流程进行讨论。而一向重视托育儿少等议题的县长许正卫非常关心，若有个案发生特殊情况的时候，处理以及流程。因此仔细聆听各个委员会所提前的意见与反馈，花莲县政府近年来在县长许正卫带领之下，持续建构安心优质的托育环境。感谢每位托育人员对托育服务的专业以及付出和热忱。县府今年度提升花莲社会福利以及托育奖励，针对准公共居家托育人员、保姆收托2岁以下婴幼儿，依收托人数每人每月奖励1500元到3000元。花莲县政府社会处表示，为了建立友善育儿的环境，支持生育分摊家庭照顾负荷，县府办理未满6岁儿童定点临托的服务，提供学龄前主要照顾者具弹性时间，可以处理生活上的事务，有喘息服务的机会。透过合格托育人员提供儿童妥善的照顾，定点临托育服务资讯可以搜寻社会处官网或是花莲市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电话03822-0552。欢迎有需要的家长踊跃申请。记者：蒋伟华报道。